利用这个掩护，他也轻松的得分。哇，这边直接盖下来，魔兽招牌波。哇，这边又直接把球给摘掉。曾文鼎来守他，这边过掉了，踩进来，用左手上篮得分。是非常强势，但是不要太兴奋，要回防。丁人的防守，面对阿拉西的切入，多好来了！哦，台湾的小野兽啊，今天状况非常好。好，这球多好啊！在篮下直接拿到了分数啊！20万网络球迷的关注之下，会不会打破单场的一个纪录？多好啊！这算是开花结果，虽然还没有到季末，不过今年中信在季初，他的确是表现最好的球队啊。豪尔找到包夹之后，没错，就是要让他来遭到豪尔掉远边，罗振峰的三分球出手歪，亚洲第一快手林炳胜啊，豪尔的中距离再进，中段豪尔要把球救回来，六球，那这边卢杰明拿到插板得分，豪尔，我现在不采取包夹的一个方式啊，让他投了这一个中路的机会。得分队，他们也想让阿巴去创造纪录啊！哇，那是一个人单打，对，豪尔再拿两分，在分数上100-86，对，豪尔再从他罗波来做发动一个转身，双手抱过来投，好，这边要放开来打了一对一，结果他来投三分，对，豪尔三分外线出手，哇，一出手就歪了，爸爸都没关系，对，豪尔。这边又来杜兰豪尔第二波的机会，这边再把球要回来，中距离的出手，哇，杜兰豪尔两分球，哦，这回关键的三分球没进，杜兰豪尔林伟汉这一个火锅，哇，杜兰豪尔关键火锅连两锅守住了，想做一个阿里奥给的站起来了，看到时间秒数的终结，哨音的响起，杜兰豪尔最后再加一个篮板球。